不能离开队伍。对啦对啦，那还好。还有不是一个，直接把他打掉。我想象他可以微笑嘛。哦，我就给他咕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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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两个贪吃字哎，你们很烦哎，不要在这里。咕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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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了就跟你飞一样了，你又卡住了，换下一个，换下一个，换下一个，你要切换一下，对不对？切换什么？你说笑声吗？切换笑的模式吗？牛完了好吵哦这只苦力怕好痛啊，好吵，要加鼻孔啦，你们在干嘛啊好吵哦，他的鼻孔没有，这是鼻毛然后还岔开他鼻毛好吵哦，这个鼻毛那眼睛是怎样啦，黑黑的哦，就是眼睛要喷出去啊！没有注意这样，青蛙吧？然后这样，我的妈，好丑，好丑，丑啦！皮毛长歪，不然这样好了，它翘起来了，翘太高了，这什么东东啊？这是干嘛、啊？让你笑啊！这是瞎子吧？你不觉得像瞎子吗？想要出去，金牙，可爱啊！金牙苦力怕，金牙，这是八加九吗？流口水，流口水，你们好坏啊，把人家丑化，你才坏，你笑人家，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太可爱，全场就只有你在笑。对啊，顾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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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。是不是要再加个这是经典吗？经典级的吗？啊，是不是要加个墨镜，然后那个雪茄、啊？那个吹吧，够了够了，来，你吹个屁啊！他走同路了，好奇怪，好笑，好可爱啊！好，非常苦力怕200、300、400，好好好，观众场8v8，十打多，国王 go 要偷跑，为什么不跑啊？谁啊？好，那买武器啊，买武器，买武器。跌。那我去帮你们收集。欸，你们谁要我的钱啊？来，给你啦。我要你的心疼、欸。你要他的什么？有什么？我给了啦，我给了上面。你给了，他们不说你就给了。我拿走了。欸，快点啊！中间需要帮忙，中间到了。我来了。中间到了，中间到了，他们都还没来。啊！我先把苦力炮包起来。好。来喽！我觉得这位很强哦，这位超强哦。来喽！他们有人在电，打他，打他，给他揍啊！因为我过不去。哎，箱子里可以直接去突破那个哎。对啊，其实可以突破箱子里的，我拿了。哦，对，我刚拿那个箱子。那我先回去换东西。哎，等等，你拿两个绿宝石跟钻石。好，你再拿。我拿了。他寄这个，你拿。钻石给你，钻石给你。我拿了钻石，我去前面看看。他们也变高，碰三，碰三。
欢迎控制，电死他们，电死他们，我要电死他们。哇！再继续电，哇！哎，哇！你怎么那么有钱啊？那多少钱？太强了吧！12块啊！哈哈哈哈哈！那么爽，那么便宜呢？12块这么凶哦！哇！不要！会掉。整个过去哦！走了，死还死六块忘了，等下回家看。走了，耶耶！过去，不要理他，打人！他一定揍他！没关系，挖！挖起来！他回去了！挖起来，我保护好自己。我在看着。好，我们的中间跟防守阵型要准备哦。好 ，OK。好，他们是有人过来哦，两个。他们好多人都过去了。来 OK。哦，好多人都过去了。太多了，阿迪发钱了。好多人。发钱。真的好多人。有。我把多的钱放箱子，可以把多的钱放哈迪身上。会生会生，原来我电脑是箱子吗？哦，哇！打开你的脑袋，打开。哎，有没有 open 引擎啊？哎，我哎哎哎，家里，完了，家里顾一下，走。哇，直接跑到第二哎！天啊！嘿，陈团，等，我看到了 ，OK。哎，一个好。快可以跑第二部队，12小三出来了，太快了，可以，那个影月前面那塔停一下，我有隐形药水，好，等一下，我先堵他们的传送点，你们是多想要这个早点下班啊，来在我这，他们一整个往上扔，我这等雨月。对啊，你要吗？你要的话蹲两下。我不用。我看到他们有人在垫一条路回家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刚刚好，我也可以那样走。哇！我在上面一起走。啊，一起走。那个存款蹲一下。我加一塔，要爆了。一塔有人，一塔三个，四个。一起走。对。好，来了，一塔一塔，来，一塔。好牛！一塔，下去。哎，我放守护者。有陨月在那个了，哇！雨跟团团，红之情侣下下被打出来呀！什么东西被打出来了？你被打回原形了，我被打出来，对，我被打回原形了。哎，小心！我要砍他们的了。好，把桃木剑丢了。要冲吗？我吗？拜拜。有啊。想要撤退，看到我。不够啊！白痴哦，这里没有铺路。哦，被打掉了。我直接往下跳。直接往下跳。太相信了。哎，
他自己是有点累啊，所以想要在那边提款。他是想要我看超多下的，就是啊、可以，我看超多下。给你一个雷电云，我也要。哎、欸、笑啊，等一下，你家迷，翻新走喽。等一下、哦，等一下、哦。好，我先去一塔。对，好。哪边呢、啊？这个。那我、這個、我把钱存进箱子里面。好，箱子来。那提款来，提款蹲两下，存款蹲一下。等一下，提款蹲两下。哎，中间没有人哦，中间没有人，他们来了。OK， 他今天是银行人，没钱的啦，领完了，哇，哎呀，哇，我怎么又来了？好，等存一下，公司的钱被领光了，只能空闲打架了。是掏空资产的吗？他们哇，那个拿更强的剑啊！喂，我也雷他，我来了，只有木剑，解决一次。我也来了，浪费了一组，哇！哪里？哎、欸，下去了，我守住了。OK， 目前空的，钱没，银行没钱，目前空的，银行没钱，银行没钱，等哥，可是人越多，钱越多啊！啊，哦，是这样子，这上面的也是，哦，假的，哈哈哈不是啊，你蹲上去，大家都有钱。那个啊，蹲上去的人都有钱、啊。小雨哦、啊，我自己也差点掉下去了。哎、欸，你们在那边干嘛？过去！哇，突破成功吗？前面努力。一样隐形人，不能乱来。几块？你有吗？几块？哦，你换个剪刀，换几个剪刀、啊，我再冲。点痛，被掏空国库了。点痛。一块。有个人往后了，快！结果我拿到钱了，有吃的吗？哎、欸，他不行、啊，他们一直来啊！对啊，他们一直进攻，他们一直進攻哦，没退下去，可恶！我们是全部人都想玩隐形兵。有个人往二塔过去喽。对，有人来二塔了，二塔需要防御。我来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啊？太扯了，他只是走过来我这哎、欸，哇塞，哇，好猛！铁装战士来了，二塔。有点厉害。哎、欸，这边太夸张了。我等一下，好嘞。我去买食物了，好嘞。真的，食物。我要去买食物。哎，大家都缺食物了吗？有没有氪金系统啊？好了，我跟你一样那个，哎，赚钱。开心。你在哪里？二塔。在前面一塔。好，给你剪刀。蹲在那边。银行要扩展了。直接先隐形好了。有吗？偷装，你偷装，有人来。不要再咕叽了，咕叽，啊，直接走了。我们二塔小心哦。哎呦，我在守。啊，繁星亮几秒？我在守。一分。对，那我们要快了，打不到他。我的标题。是了。随机事件。世界产生了一些变化。嗯，会有随机事件。所以三个人踩他会比较多出来。就是一人一个。哎、欸，巧克力被发现了。哦、我懂。被看了。这是什么？一柱擎天吗？什么东西？白色的那个吗？你小心哦，快抓！我快死掉的时候，想说不要落入他们的荷包手里。落入他们的手里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，五下，加油！五下而已。对了，哎，有就不错了。我没办法放个箱子旁边啊。哎，这样也被打到，绕圈圈。可是可以做箱子吗？不满意，不行，不能放。那都是冒险模式。他自己投地下。哎，怎么他自己投地下？你在干什么？开箱子吗？怎么？好好讲话。好好讲话。你要好好讲话干嘛？不是啊，就开箱啊，开箱。我开箱。你要学好讲话，好好讲话。你要学箱子声音。我食物，他们食物。我买食物放在楼上箱子。可以带一些到前线来吗？哦，好啊。嗯。刚刚在扩展银行的吗？你后面有人喽。我知道，因为我刚刚隐形被他看到了。你是狂人是不是？对啊，不是我，不是你，我不是说你啊。
哪一部？哎呀，要露一下眼睛。盾牌，好穷哦！啊，去上个厕所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家里还有家里跳出去啊！家里，家里，家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二塔很多人，二塔很多人了。啊、我死了！哈基去尿尿，你不要打哈基啊！怎么可以这样？好生气啊！生气了！你可以打尿尿的人，生气给东西了。你打二塔，二塔疯了！二塔，二塔，我身怀巨款啊！我也怀款啊！你怀哈基？怎么打死哈基就下雨了，你看，下雨了，哈基死了，我们都收到哈基的遗体了。为什么打的？因为他没有挖开，拿弓了，没有没有，慢的，哈基的屁股，我躲，我躲，我躲，啊，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你又踩到挤下去是不是？对，我踩到挤下去。哦，又是小雨哦，小雨，那是刚刚我听到关厕所的声音了。那银行怎么倒了？银行，银行，银行刚被抢劫了，你被抢劫了，你被刚有人冲进来，我们有拿到你的遗物，你知道砍死你之后你就掉雷神，掉西瓜雨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小雨是雷神，我是怎样？会怎样？就被电了一下。哦，我被雷神被雷劈哦。对啊，我以为是有什么特殊的效果嘞，没有，就是被雷劈，就是被雷劈而已。加可怜，你总做两个羊毛啊，两个羊毛，穷。哈基，你知道你刚刚死的一瞬间，所有人哈基，哈基，我差有两个，我差两个。你刚喊哈基的时候，手上为什么突然切西瓜出来？就是你被杀死瞬间就触碰，就触发那个，你知道吗？西瓜雨下那个西瓜雨，对啊，西瓜雨跟刚好为什么刚好就是这么。